叫。我们里面。可以啊。哦。对。可以啊。套一下技巧。我想要天气这么好。还是说你要在这边操作技巧？那我大概上去20分钟吧，不用太久，三句吧。那你今天放假？昨天晚上就回来了。嗯，那、啊、你自己热身一下。好，好，然后拍一下。那、啊、你这，我买一杯给你，咖啡。谢谢，啊、谢谢，谢谢，太客气了。先放地上就好了。哎、欸、，OK 的。我今天要练什么？不练什么、啊？你先跟学弟他们做这个动作。好。嗯。啊、你不要摔下去了！我推而已，他脚软了。讲得这么好听，真的？你是确实都不知道是谁？我是擦肩膀而已啊。真的吗？用自己脚软。拜拜。我走在这里会不会被打到？会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好危险。你脱绑头发。先跟前面他们做基本动作。先先做查理。好，好，讲他。嗯。他生理期。十。嗯。请问几？几趟、啊？3000。这样来回做三趟。哦。嗯。很痛啊。生理期啊。生理期不做核心。我刚刚做完了。对啊，很差。我的吧。来、啊、一年级继续做，小国一的，来我做三趟哦，快点。对，学姐好，学姐好，学长好，学长好。不要喊，为什么这样？我就是要为了正经。学姐好，坐哪里？坐。哎，学姐，坐包包里吧，你们能坐一桌。好，去吧。对面了。哎、嗯，对面。学长好，我是学长，三十三楼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王友文、陈柏荣，你们过去一点，过去那边坐。他们在上课吗？你说学了要在新教室。你们应该到了，对啊。
做完了，做完了先休息。休息。